军饷，设摸金校尉，校尉之上设法丘中郎将，司掌号令，变天地之灵气，使山川之巨力，察牧野之势，堪山河脉理。凡摸金人，必手握天官印，可天官赐福，百无禁忌八字，诸鬼驱邪，百毒不侵。这里太阴森了，要不咱们二回去吧。哥，乡亲们奇怪的肺病都等着鬼神去救呢，管他什么诅咒，我反正不信。啊，是鬼神，找到了。好啊，你可得挖仔细点，为了这个咱俩连命都不顾了。没办法，鬼神执掌在极阴之地，只有这儿才有希望能找到。这个洞好像已经很久没有人来过了。我们得小心点。我现在都穷成这样了，有这个东西，以后不管我怎么样，小爷至少不会再挨饿了。哥，采完了，咱们走吧。为了他，你更不能。
今天是小野生日，我们现在穷的连一碗白米粥都要管街坊去借，有了这个东西以后小野就不会再挨饿了。走吧，快点儿。那赶紧走吧，快点把鬼神给乡亲们带回去。佛人已出圣地，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，你们是法丘们，正道是蒙魔金校尉本山系的人藏于里面了，你们胆敢进来，一定是有些本事。你就是传说中的金面人？既然知道，那就埋吧。Thank you.
嫂子，你思绪太多了，阴血不足，我给你开点药。哦，要用一些白药啊、茯苓啊、健脾泻肝，再回去试试。哎，好。天天不好好上学，就知道往外跑。难道像你一样窝窝囊囊的？你看这个有什么用？这是我爸留下来的，凭什么不让我看？张小野，我最后告诉你一次，赶紧都给我扔了，还有你帮你那些破烂，别再让我看见。我们张家在江湖上赫赫有名，我不想像你一样。我去找我爸去。哎，哎，这……哦，没事，天黑了，饿了，自己就回来了。哎，小野，来来来来来，王伯，刚出锅的热馒头。谢王伯，老白吃你家馒头都不好意思了。看你这孩子说的，你爸当年为了咱们全村人，命都搭上了，吃点馒头算啥？啊？爸，你真的是病死的吗？有人说你暴毙身亡，是因为进了迷窟采药中了诅咒。叔叔这么多年一直看病抓药，不敢出小镇一步，半块天官印都丢了。我才不会像他一样，他不去找，我一定要将那半块天官印找回来。今天是小野生日，六年七八年。鬼意志，真鬼意，哪里来的野丫头？你是谁？碰了那个东西的，可没活着出去的。要你多管闲事。
你要当英雄救人我不管，可是我还有小野，你叫我怎么办？我这是怎么了？你误触了机关，中了毒。昨天夜里蛊毒发作，我给你止住了毒。到那洞里去的都是不要命的人。你爸让我照顾你，你要出了什么事情，我怎么和你爸交代？放我下来。正好我下去告诉我爸这些年你有多窝囊。这是半块天官印，你先带着它，它可以压制你身上的毒。早该交给我保管了。迟早有天你会明白，平安的活着比什么都强。别再做傻事了，好不好？就像你那样。那些人我们惹不起。
不就是昨天晚上那个小个儿吗？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我都跟你说过多少遍了，那个秦岭迷窟的。哎呀，我饿了。快点儿吧。同志，你要点点什么呀？给我来碟花生米，再来盘青菜。哎，再来盘腐乳。腐乳？没有就来碟酱油，米饭随便加吧。我都伤成这样了，咱能吃点好的吗？我想吃鸡腿。再加一个鸡腿。查二位收费啊，不免单。同志，什么事儿啊？这可是斗宝楼的六座铜钱，敢问是上六座的哪一位？我想找蜂窝匠在这里的李武师傅。这个蜂窝匠是个什么来头？只要是帝王将相的地洞，都重重设防，自然而然，江湖上就有专攻此道的人。蜂窝匠的人，对所有地洞机关都很清楚。你中了什么毒，他们肯定知道。我叫张迎川，想找蜂窝匠的李师傅。蜂窝匠？我还蜂窝煤呢。你叫张迎川？发球牌的张迎川。进来，门带上啊。哎，张天官真是一代不如一代了。我说你个四眼说什么呢你？当心脚下。现在可没什么发丘派，更没什么张天官了。我叫柳庭生，蜂窝匠在江南几省的事儿都由我来办。就你个毛头小子，冒充什么蜂窝匠啊？毛头小子当蜂窝匠堂主，更能证明我是个天才。你往哪儿看呢？哦，我听说这天官印是由陨石打造而成的，通体乌黑，这块虽小倒像是真的。你找什么事儿啊？这是我侄女张小野误触机关中了毒，所以才来打扰。你们去秦岭迷窟了吧？你知道哪？是，那我当然知道了。那块风水极盛，连地下磁场都与众不同，有个戴着金面具的人占领秦岭已久，再加上秦岭那块已经望到了邪火，相传还有诅咒之说。你们胆子可够大的呀，擅闯秦岭迷窟，上六座都无人敢碰。那这毒该怎么解？他中的这个叫我无金毒。传闻楚人啊，把各类鸟类的尸体放到这个铜棺里面，待它们化成尸水，再往里放入石脂水，也就是说现在的石油。这样的乌金毒又重又有毒，哇，
就把它放到墓穴的各个缝隙里。太难搞了。我只关心这乌金毒到底该怎么解。哦，以现在的技术，乌金毒比较好解，无非就是金属毒素。但是谁知道那个时候的人用的是什么尸毒呢？你说对不对？意思是蜂窝酱也解不了。哼，没有我柳庭生解不了的毒。不对呀，明明就应该这样啊。既然柳师傅解不了这毒，那我们还是去别的地方想办法吧。就没有我柳庭生解不了的毒啊。糖葫芦，又大又甜的糖葫芦。哎呀，哎哎哎，糖栗子来了，吃着呢。糖栗子，稍等，马上来啊，先慢慢喝着啊。糖栗子一份。哎呀，糖栗子，我可警告你啊，再乱动毒发得更快。毒发就毒发呗，有你在我怕什么？毒发前我想吃糖炒栗子。没钱。哎呀，我好像毒发了。嗯。这回糖炒栗子。给给给给给。来点。花生米来喽，先吃着啊。思妍，吃栗子吗？嗯？哎，你别动！哎呦，这是镇明蜂，要命的玩意儿！只要你把这个启动了，方圆几里的野蜂都会来的。一个人喝酒多无聊啊。你是？我叫莫吟，馋酒的闲人一个。我看你一个人挺无聊的，就不要脸的凑过来了。随便。都说张家祖传阴阳秘术，不知道你能不能从我撒的这把花生米看出卦象。立则对，一般直，古人相印。有意思。既然张天官不拘一格，那我就不讲礼数了。我的酒好，来喝我的。这位同志，咱们喝酒就喝酒，别提什么天官的事儿。我们只不过祖上出了一些人，他们呀，就是给我们一个名头。不是名头，你们是有绝世本领的，大家是认你们的。既然大家认，那你们做事的时候就有很多双眼睛在看着你们，所以你们做的事情是榜样。同志，你哪儿来的？我怎么听不懂你说的意思？没事，来喝酒。天官会算命，不知道天官姓名吗？别人不知道，我只信自己。可我信。
我一打出生下来就一直做着父辈们让我做的事，他们说这是你的命。后来我苦练本领，可惜啊也遇不到对手。直到上一次我遇到了两个人，那是我平生第一次真正的出手，他们也是我宿命中的天敌，其中一个倒是有点意思。我本来想要给他点教训，以后安安稳稳地过日子，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他还是贼心不改。那天那个死人的女儿又来无故招惹我，这就是命。我自我反省，这人啊不能自作聪明，既然有人屡教不改，总得有人心狠手辣，对不对？你这么多机关呢？哎，手扔开！干嘛？不仅能去中，还能去味。你去帮我顶一下。哦。只想拿回他爸爸的遗物，这事跟他没关系。可你是张天官，他是你的侄女，他这么一闹大家都看着，以后我这秦岭圣地岂不是谁想来就来想走就走？你已经得到了你想要的结果，不要欺人太甚。柴华，你过来吧。这个事情现在这样，你说怎么谈？我的命可以给你，放了我侄女。你的命早就是我的了。先躲起来，叔叔看到了会救我们的。我是个好脾气的人，如果你非要伤害我的侄女，就算我死也会拽着你上路。哼，
小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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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头，你们没事吧？没事，这家伙逃命一流，放心吧。哼哼，谢谢啊。哎，没事。就是我那些宝贝啊，都被黑衣人糟蹋了。刘师傅，我想好了，最后还有一个办法。嗯？带我去见神仙爷。见神仙眼婆婆必先献宝，哎，你们这天官印不能随便交吧？他敢交出去，我马上跟他拼命。那想见神仙眼可就难喽。别瞎担心，快走吧。神仙眼就住这里面吗？仙眼婆婆行踪诡秘，此地也被人称为无界之境，好像是因为这里是没有时空的概念，所以仙眼婆婆知道之前的事儿，也知道之后的事儿，这应该就是无界之境的入口。请。神仙眼传话说有贵客到。张迎川只是小百姓，不敢称贵客。我们这次来见神仙眼，只为解毒。见神仙眼条件只有一个，那就是你必须进入此门接受挑战。入此门后，心魔肆虐，生死难测。你可愿意？只要能解除小野的毒，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。此门被称为心门，很多进去过的人再也没醒过来。他在等你。用剑剑刃，要死也是我死，你别想动他。那你要死。哥。
我爸到底是怎么死的？那半块天官印又是怎么丢的？为什么同样进过秦岭迷窟，他会病死，而你却安然无事？应该是萧炎生日。我们张家在江湖上赫赫有名，我不想像你一样。这不是真的，这不是真的，这是幻境，幻境。我还以为你走不出来。我总是会想，那一天如果我们一起逃了出来，或者干脆死的人是我。你哥哥牺牲性命不是为了让你自责，他更想看着你带他好好活下去，重获新生。谢谢你。不用谢我，是你自己走过来的。那我该怎么救我侄女的命？秦岭迷窟是你的心结，也是你无法与侄女坦诚的源头。既然你心结已解，他的解药便也有了。你见过神仙眼，自然是解了你的问题。谢谢王爷，我们告辞了。叔，看你没事我就放心了。不是解小野的毒吗？我们现在要去哪儿？秦岭迷窟。嚯，这地方太奇特了，在自东向西的山壁上坐南朝北，冬天北风南下，朱雀乘风而起。再看看这个，只要这个指南针靠近这个石壁，指针就不停地颤动啊。石壁中藏有七个小圆洞，里面有机关，对应的是南方朱雀七星。哦，相传楚人以火鸟为符，火鸟有死而复生的意思啊。以朱雀为中心，星宿为朱雀之眼，朱雀与八卦为阵，与四象为老阳，代表四季之下。当年我们来的时候正是夏天，现在已经入秋。北斗七星的斗柄西指，以星宿来推，我认为地球后退了一步。从井字开始。依次是鬼、柳、赵、季、真。机关重重，要小心谨慎。这儿空气太差了，还好氧气是够用的啊。是石油的味道，不能点明火，跟着我。
小野，没事吧？没事，就是有点不舒服。毒发得太快了，他们在里面，快！刘师傅，帮我照顾好小野，按照书上的提示，到前面山洞等我，切记，一定要注意脚下的石砖。行，你放心吧，坚持一下啊，你注意安全啊，没事吧？应该就是那个守洞的女婢，她生前被药水所浸透，待日后再用乌金毒来换血。你看这块啊，这应该故意有人用了某种方法让人体沉睡而又不腐烂，难道他们在研究长生术？是鬼神。我刚才看那些壁画啊，上面有火鸟，火鸟有死而复生的意思。天官，天官，刘师傅，带小野到旁边。这个是人是鬼？当然是人了，她是守洞的女婢，她应该生前就被药水浸透，就在这个极冷地方这么久，应该是刀枪不入了。有没有办法打败他？我找找啊。找到办法了吗？有，你试试乌金毒。是感染了乌金毒的血液，重新感染了女奴，控制了她的神经，强行让她的身体运转起来。哇，这种半死不活的感觉真难受啊。
我爸到底是怎么死的？告诉我。这么多年你一直骗我说他是病死的，现在我爸就在这儿，你还要瞒着我吗？现在我们主要是为了解吴金毒，等我回去了会给你说清楚。为什么不是现在？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有什么不能说的？不管你爸是怎么死的，你要记住了，他心里一直都有你。他们都说你是英雄，可我不想你做英雄，我想你只是我爸陪在我身边。我求求你告诉我，求求你告诉我，求求你告诉我，求求你告诉我。当年你爸是因为……小野，小野，刘师傅，来了，刘师傅。太妙了，两块天官印合为一体，陨石磁场相互作用，居然有如此奇效。这毒是解了，就是门被炸了。咱只能往前走了。小青啊，小心啊。
我要你们陪葬。 阴毒之气过重，你要用罡气护体，打通真脉。 Oh.
迟早有天你会明白，平安的活着比什么都强。当年你爸因为我出的事，我不会再让你有事。我都伤成这样了，咱能吃点好的吗？我想吃鸡腿。我可警告你啊，再乱动毒发得更快。毒发就毒发呗，有你在我怕什么？别去做傻事了好不好？我们张家在江湖上赫赫有名，我不想像你一样。叩门归，立誓领种财。总码头，机括找到了。嗯，武功挂山梯。好重的士气，上甲。这是斗里密闭环境下颜料快速剥离随风散出的现象。给我走，快走吧，快走。有道，有道，是有道啊，是有道，到了，到了。
走走走，去看看。走。发财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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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发财了。半夜才干，管他呢，反正说了给三遍工钱，赚了钱就能给咱家看病。这事出反常必有妖，你小心点啊。嗯嗯嗯。哥，又在玩你传家宝呢？这玩意儿啥来头？你给我讲讲呗。不是，那你爹传给你的时候，他就没告诉你吗？我没爹。哎，看看，哎，有船过来了，是不是这个？哎哎哎，船来了，船来了，干活干活了啊！别玩了，别玩了。哎，哥，你看。来了，船来了！快点，快点，行不行？快点啊！快点啊！快快快快！走，快点，快点！辛苦了，快点啊！手脚麻利点。别拿轻放啊！弄坏了你们可赔不起。慢点，慢点。快点，快点！别管了，搬我们的，啊！走走。哎，不是你怎么回事？走路不长眼睛是吗？走走，靠边。摔坏了，这看摔坏了。看这什么东西？就是土星味，土腥味还没散呢。这是刚挖出来的冥器，冥器，这走私活宝，杀头之罪啊！杀头之罪啊！这怎么办？这个呀，怎么办？这会不会晦气？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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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什么情况？什么情况？灭口呗！见鬼！Thank you.
你是谁？关你什么事？跟我走！放手！寻得这虫蛊的根源呢，银针并非长久之法。根源难呐、啊！难道这天底下除了谢灵的后人，就真的没人进得了那地宫吗？这虫蛊可解。虫蛊之邪，但也极有可能会被虫母反噬呀。虫母操控人体，变得非人非鬼。20年来，我终日忍受蚀骨之痛。若能解骨邪，或不死之身，被反噬又如何？你说对吗？老朽实在无能为力。哎呀，我的孙儿啊！哎呀，老爷，一海无涯，不好携带的。我想这老钟头精神上紧一紧，办法自然而然就出来了。他才6岁啊！6岁小儿，吃着碧耕粥，住着拂袖轩，好不好？老爷，您仁慈，您高抬贵手，我们钟家子嗣微薄，我一定绝不怠慢，尽心一致，绝不怠慢的，老爷。老爷，大小姐回来了。哎呦，老爷，老爷，你高抬贵手，高抬贵手啊，老爷！大小姐，老爷，你高抬贵手啊！义父，老爷，他盯着就可以，你还受累跟着呀？怎么？说话呀！义父，我瞧见谢灵立时令了。谢灵立时令？看身手，应该是得了谢灵的活了。真的？人在哪儿呢？啊，得了活了，还得了谢灵的活了，那得把人带回来呀！不。得请回来呀、啊！是义父。过招了。他要是刀兵来，你就刀兵去。你是刘家大小姐，气势上不能矮，袖子不能破。没事儿，就是虚晃了2招。去吧，临睡前把汤喝了。好。谢灵立时令。
邪灵李世林，还能有谁呢？这个小子，这是要寻我索命啊！气呀，哥说了，都是沾着土腥味的。昨天那些大叔恶狠狠对我宝爷下手，那左手一刀，右手一刀，我夸灵巧一转身，我回手这么一掏，哎，娘啊，你没在场啊，你是没看见的。你儿子特别英勇，来，我来，给我来。您要是看见了，够跟街坊吹好几天。哥，想啥呢？大宝，你还记得昨天晚上在码头，谢岭律师令掉在……哎，那不记得吗？你当时就咔咔咔这么一扭啊，一只耳那小子都看傻了。哥，小时候咱俩就是珠联璧合，打遍整条街是无敌手啊。哥，你那招什么事教教我呀？炼精化气，炼气化神，炼神还虚，炼虚合道。这，再来。爹，我害怕，快放我下来。久练就不怕。为什么别人家孩子不练？他们都说我是盗墓贼的儿子，我不想做谢岭门人。我们谢岭一门，尊天道，行忠义，取地薄，济苍生。我们救过的贫穷百姓，不计其数。该听的不听，该信的不信。好好给我练，来！您拿好，慢走啊！谢谢。哎，让一让，让一让！哎，干干。赶着奔丧呢！行了行了，哎，怎么样？郎中说了，这药啊，也就暂时给咱娘调调气。要想治好咱娘的病，还得去上海大医院。三倍的工钱，没赚到，还差点把命搭进去，真是。大宝，啊，这令牌是个古董。拿去当了，应该能换点钱，但手术费还不够，还是先把咱娘送医院吧。其他的，我想办法。哥，这可是你传家宝，我不能拿。嗨，什么传家宝，跟咱娘的命比不了。哥，真是我亲哥。但是啊，这个现在还用不上，要不？怎么说？我是宝爷呢。你瞅瞅，你瞅瞅，这是冥器。大宝，你怎么又？有没有人看见你失手？怎么说你本想呢？这拿都拿了，咱跑也跑了。上哪儿找他们去？娘子，你追来了！大宝，大宝！
抢劫啊！抢劫！抢劫啊！出去！来人呐！要非礼呀！快来人呐！对，走！别走啊！想想占老娘便宜，想得美！呸！谁挡着我眼呢？上车。阿哥，这不马上吗？前后夹击，这么周到。我要是想害你们，那天在码头上你们就行。在那边，你们上不上？上上上上，我上。哥，快上啊！还不上？走。大小姐。这位小兄弟有眼光啊，还未请教怎么称呼啊？啊，我叫赵大宝，人称我宝爷。好一个宝爷，小兄弟意气风发，前程似锦呢。不敢不敢。这里为什么供着我爹的灵位？你爹？虎踞龙盘，龙虎一脉，寻地宝。乾坤八叉，江河湖海同舟渡。圣儿，老朽恭候您多时了，真是苍天有眼呐！咱们谢灵一门总算是没断了香火。你是谁啊？啊，老朽是你父亲的师弟刘金山，按辈分，你应该叫我一声师叔啊。师叔，师叔。谢岭不是灭门了吗？是啊，当年侠斗赵老道，陈宗把头撒手人寰，众兄弟死于非命，只有我一人侥幸逃离。这二十年来，我四处找你，却一直杳无音信。啊，算了，不说这些了。生儿，来，等一下。你找我什么事儿？生儿，你是陈总把头的后人，又得了谢岭真传，理应由你出任谢岭魁首啊。老朽已时日无多了，如果你愿意接任魁首，老朽愿倾囊相助，将这万贯家业尽数传你。我不想跟谢岭门再有瓜葛，你想让我和我爹一样，挖坟掘墓，倒卖名器，这种损阴德的事儿，我做不了。大宝，我们走。谢岭一门，尊天道，行忠义，取地宝，济苍生，救助的贫苦百姓不计其数。对，虽说此事有损阴德，当也不失侠义之举。当年陈总把头也是看众乡亲食不果腹，才率领谢岭门众下墓寻宝，却不料有去无回。生儿，你不必急着回答我，二十年都等了，不差这一时半刻，只不过当年谢灵一劫几乎灭门，让你受委屈了。一点没受委屈，你看我娘跟我把我哥养的都壮实。好，是这样，那老朽代我师兄谢过了。啊，大哥，让他跑了。跑了，被大小姐救走了。你们楼下了吗？可他漏了。喂，大哥，我再去，这一次我一定要了他的命。
要个屁命，老子都快没命了。来人，快快快，把东西给我藏好了，快点。追杀陈胜，谁到湘梅？好像是一只耳的手下。早知道这小子有反心，跟上他，摸摸他的底。是。来来来，什么来着？没了，孙飞，你偷吃刘金山的货，不怕他弄死你啊？你到这儿来做什么？就不怕我弄死你？今儿你的人追了我半天，不是也没弄死吗？放心吧，你这点破事儿，我不会告诉刘金山的。我对他的家产没兴趣。你究竟想做什么？刘金山没说实话，当年从斗里逃出来的不止他一个人，对吧？我就是想知道，当初斗里到底发生了什么，我爹是怎么死的，为什么谢岭灭门，而刘金山活着。我带你去见一个人。大哥，大哥，飞啊，鬼是鬼，鬼是你们全都是鬼，鬼啊，到处都是鬼啊，鬼啊，都是鬼，鬼是人，人是鬼，全是鬼，鬼是人，怪爷，人是鬼。爷性子疑，他知道刘金山心狠手辣，不会放过你。当时把你给送走了，可是他女儿没躲过去。如今知道斗里具体发生什么事的，只有刘金山和管爷。我跟着刘金山生生死死，办了不少差事，心里却不安宁，总想找些东西牵制他一下。鬼！你们全都是鬼，吃人的鬼！走把头，要死一起死，要活一起活！刘金山，你这个王八蛋，放开我女儿！女儿，女儿，放开我女儿！你们全都是鬼，鬼啊，全都是鬼，全都是鬼啊，不要进去，不要进去，不要进去啊，上火燃，血和冬，虎带着鹤飞到天涯海角。我要带他走。别急，
等我拿到我想要的东西再说。老虎杀去火毒，关羽，该如何？您动不动。直到天涯海角，老虎杀去火毒。老爷，什么事啊？大小姐传言，一只耳反水了。瞧瞧我养的这群吃里扒外的东西，全都得死！还有，怪爷还活着。班头，班头，可把我累坏了。哎，可不是嘛。哎哎哎！你回来了！哎，把头回来了！哎，把头来了！把头，把头！人呢？人都死哪儿去了？鬼啊！都是鬼！鬼！都是鬼！都是鬼啊！谢灵门规，叛门不忠者当如何？自裁。门规，你还有脸进谢灵门规？你自己做了什么事，你自己最清楚。刘金山，你叛门灭族，不得好死！贪财就好生贪财，可偏偏犯了我的忌讳。留下就留下吧，还好生供养着。你吃我的财，他吃你的饭，合着我做东？白白养了这个懒疯子二十年。鬼！鬼！鬼啊！鬼是人，鬼是人，人是鬼，鬼！总把头。咱们发了，东巴头，真晦气！你说什么？你看不起我是吧？哎，不是你抱怨我有，我有钱了，我有钱了，我告诉你。什么？开车了解？老兄弟，你想不想救你？
是鬼。圣火燃，血河中，别人白天。不要进去，不要进去，不要进去啊！走吧，头。金火相刑，人自异。金火相克，提防有诈。你来干什么？我来看看老人家。我娘就不劳烦姑娘挂念了。陈胜，我能理解你的心情。理解我？好啊。那现在你带着你的人离开，我要跟我娘歇一会儿，我们想安静一下。对了，你告诉刘金山，当年斗里的事儿，我一定会查得清清楚楚。如果真的是他害死我爹，我陈胜一定不会放过他。那你最好查得一清二楚，查一查我义父这二十年来是如何日夜遭受蛊虫蚕食、骨肉之苦，又是如何内疚抱憾、生不如死。生不如死，他挖坟掘墓遭了报应，这是活该。我不许你这样说我义父。娘，娘你怎么了？啊！我从记事起就没见过我亲生父母，是义父养育了我二十年，丈母养育你，义父养育我。我知道他做的很多事情并不光彩。我来吧。但养育之恩大于天，你应该能理解。孩子，你爹你娘呢？我没娘。我也没爹。这照片哪来的？这是管爷和他女儿。怎么了？哦，没什么。大小姐，什么事？赵大把挟持了管爷下墓去了。什么？
锁子甲。刚才冒犯了，我们去找大宝和管爷吧。好，走。别怕，是我。这他娘的是哪儿啊？我们触动了机关，掉进来了。这里应该是个暗道。我刚才听见我娘叫我，她说这里有仙药。那是幻觉，你中了刘金山的圈套，他诓骗你下墓，就是为了引陈胜下墓救你啊！滚吧，老头！我去找我娘，我去找我娘。找出去的路啊！
打墙啊？怎么绕回来？这不是什么鬼打墙，我们是被困在一个环形的暗道里了。找找看有没有什么机关。机关长什么样啊，老头？对，大宝，他们人呢？去哪儿了？鬼爷精通探寻机关暗道，放心吧，他们应该是安全的。静则聚，聚则为上，上下相形，也只能试试了。云锦，你能把我送到高台吗？我要攀上铜顶。乾为天上皇权，巽为地下阴间，震为人成鬼相，离为五费金煞，乾巽震都是死卦，只有离还有一线生机。怎么了？我不知道费金煞指的是什么。那就是使离卦。哎，等一下，让我想想，可能会触发某种机关。左转三刻，回转二刻，我说错了打开方式，你很可能跟着台子一块下去了。我知道我自己在做什么，我相信你。走吧。小心！没事就好。
控制了。看什么看？仔细身后。快去开门！快呀！跟我走，是这门。这画的是什么？这根本就不是什么古墓，而是草鬼王利用蛊虫培养不死军团的角斗场。蛊虫其实就是一种寄生虫，母虫召唤了寄生虫，控制了这些干尸。哥，大宝，哥，哥，大宝，你怎么在来？我都被吓死了。没事就好。生儿，你还是下墓了。管爷，原来你是装的，这么多年可以啊。哎，管爷，我找到你女儿了。你怎么也进来了？我看到那张照片了。哎，你们俩早就知道了。我装疯卖傻20年，就是为了保你们俩平安。老头，咱有什么事出去说吧。生儿，你们是怎么进来这个暗道的？哦。这暗道内外一共相连八个门，是按奇门遁甲步的行。我猜测，唯一可反转的门，就是这个生门。但我们进来后，门不能反退。这什么东西？啊啊啊！我是我是遁地起来了，我是。哎呀！想不到你我还能再见面。当年把你遗落在这里，是我对不起你啊。哎，我有办法了，跟我走。走。走啊。这就是死门，如果是按奇门遁甲步的行，死门应该就是总击破处。灵离奇门去，立誓跨丛山去。这次我们能不能活着出去，就看你了。哥，这穿山甲成精了。这穿山甲是鬼爷从小饲养的，我爹笔记里有记载，谢岭一脉有培养灵兽破除击破的秘方。鬼爷，小心！快点！走，跟上。
哥，大宝，干什么？哥，你是要回厨房门内机关的？这门后一定有起死回生的仙药，咱们都到这儿了，咱们就去看看吧。这世上根本就没有起死回生，你清醒一点。哥，咱娘怎么办？让你眼睁睁地看着娘去死吗？刘金山说他亲眼看到的。大宝，刚才那些活尸你看见了吗？那就是刘金山所说的起死回生。你希望咱娘也那样吗？不管娘怎么样，只要她活着就行。大宝，你冷静，滚开！那是我娘，不是你娘。大宝，你疯了吗？我只想救咱娘。我只想救咱娘。大宝，我是你哥，那是咱们的娘，相信我，一定有办法救咱们的娘。哥带你回家，走。仙药找着了吗？空手回不合适吧？云锦，过来。管爷，你的疯病治好了。刘金山，你贼心不死，当初害死了陈总把头，现在又要害这些晚辈们。总把头不是因为你才死的吗？怎么没好意思说呀？这我的，我的，我的。发财了，一辈子都发财了。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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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管爷，我们找到道了，赶紧把你身上的脸尸丹给兄弟们分了，快，快去！好。兄弟，醒醒！啊！
谢岭啊，干的就是损阴德的勾当，大难临头各自飞，能保住一条性命是各自的能耐，别在这装疯卖傻的装好人了。我老管今天就宰了你，为陈总把头报仇。管爷，管爷，刘金山，你个狗贼儿，到底想干什么？想知道吗？去把那扇门打开，否则你们今天都得死。一，陈胜，他当年可是拼了命才救下你，你不是侠肝义胆吗？怎么的，见死不救啊？你个怂货！二，胜儿，不要管我。我对不起陈总把头，死不足惜啊！三，等一下，我去开门。但我需要管爷的帮助。云锦，过来。去啊，去开门。刘金山，你个畜生。谢灵向来钟情忠义，见死不救算哪门子忠义？更何况云锦还是你的女儿，
换作是我爹，也会这么做。上观天星，下审地脉。此处为地下，石壁的形状也是可以按照风水堪舆秘术布阵。这天星在木门之上。 天上摘星，柳继山，你这样强行破坏，会触发门内机关的。知道，去把门打开。我老拐装疯卖傻，苟活了20年，错的太多，欠的也太多了。我来，哎，白衣。 管爷，管爷。 万古之母，借出我体内骨虫吧！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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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对不起。
老爷子，我跟陈胜是好兄弟，从小到大就一直我罩着他，今后啊，我也会一如既往的罩着他。还有我娘，做完手术好多了，清醒了，希望您啊在天之灵保佑我娘，哎，也是他干娘，长寿，三神仙。哎，我多给你烧点啊。 哥，接下来咱咋办？遵天道，行忠义，取地宝，济苍生。 哥，你这算不算就当上县令魁首了？昔日威名声震岳。 心仙，谁悄然点燃无言，沉入醉梦深夜。谁走在梦的边缘，环游爱相携。